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喂食魔鱼不会打网球，因为他怕网中鱼；二、喂食魔鼠标总是很累，因为他总是被拖动；三、喂食魔闹钟不吃午餐，因为他工作到吃不消。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为什魔鱼不会打网球。 因为他怕网中鱼。哈哈，这个问题真是既诙谐又富有哲理。首先，让我们从字面上来分析这个笑话：为什么鱼不会打网球？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种荒谬的幽默感，因为鱼类当然不会打网球，它们没有手臂来挥拍，也没有飞来在陆地上呼吸，更不用说它们的生活环境是水中而不是网球场了。但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它使用了一种语言游戏，即双关语。 怕网中鱼这句话在中文里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可以理解为鱼害怕被网子捕捉，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理解，因为在自然界中，渔网是捕鱼的工具，鱼类当然会害怕成为猎物。另一方面，网中鱼在中文里也可以指网球场上的球，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变成了鱼不打网球是因为它害怕球本身，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想法，因为鱼根本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个笑话还隐含了一众对于鱼类本能行为的幽默理解。 在自然界中，鱼类的生存策略之一就是避免被捕食者捕获，而网子往往是人类用来捕鱼的工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鱼类确实是怕网的。当然，这里的网指的是捕鱼网，而不是网球网。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来看，这个笑话也许能够引发我们对于语言和文化中双关语使用的反思。双关语是一种智力游戏。 他要求听者或读者能够理解语言的多重含义，并且能够欣赏其中的幽默或讽刺。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中，双关语的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乐趣。总之，这个笑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笑，它还展示了语言的巧妙和文化的多样性。下次当你看到鱼在水中悠然自得时，也许你会想起这个笑话，并且微笑于鱼儿。 永远不会有在网球场上发球的烦恼。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鼠标总是很累？因为它总是被拖动。各位亲爱的网络游侠和科技爱好者，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深奥却又不失幽默的问题，为什么鼠标总是很累？这个问题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玩笑，但其实它蕴含住深刻的科技发展史和人类行为学的知识。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鼠标的历史。 鼠标，这个曾经是桌面计算机不可或缺的输入装置，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一九六零年代。当时的鼠标是一个木质的盒子，里面有一个滚轮，可以在 X 轴和 Y 轴上移动，从而控制屏幕上的指针。这个小小的装置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它的不懈奋斗，帮助人类完成了无数的点击和拖动任务。但是，为什么我们说鼠标总是很累呢？这里有一个科学的解释：鼠标之所以会感到疲惫。 是因为它总是被拖动。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被人拖来拖去，你会怎么样？肯定会累坏了。当然，这里的累是一种比喻。鼠标作为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它并不会真的感到疲劳，但它的各个部件却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而磨损，这也许就是它累的表现。再来，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玩笑也反映了我们对于工具的依赖性。在数位时代，我们对鼠标的使用几乎就像是对待一个勤劳的助手。 他帮我们完成了许多精细的操作，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感受。当然，这里的感受也是一种人格化的说法，鼠标并不会有真正的情感。最后，这个玩笑还隐含住对于现代生活节奏的一种讽刺。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我们经常感到被拖动，就像鼠标一样，不停的在各种任务和压力之间穿梭。这种感觉或许是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共鸣的经历。总之，这个关于鼠标的玩笑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笑话。 它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历史、人类行为学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下次当你再次轻轻拖动你的鼠标时，也许你会对这个小小的助手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激。不过，别忘了偶尔也让他休息一下，毕竟即使是最耐劳的鼠标也需要偶尔的喘息。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闹钟不吃午餐？因为它工作到吃不消。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深奥。 而又引人发笑的问题，为什么闹钟不吃午餐？答案是因为他工作到吃不消。这句话在表面上看似一个简单的笑话，但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考和时代背景。首先，从字面上理解，闹钟作为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自然是不需要进食的。但这里的吃不消其实是一种人格化的表达，赋予了闹钟以人的特质，这在文学中称为拟人法。 这种修辞手法让我们对闹钟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产生了新的认识。再深入一点，这句话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工作节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到吃不消，就像那个始终准时、从不休息的闹钟一样。这里的闹钟可以看作是现代人工作状态的隐喻，提醒我们要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别让自己变成那个连午餐时间都没有的闹钟。最后，这句话还隐含住对时间的认识。 闹钟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它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吃掉时间，直到吃不消为止。这里的吃不消也许是在告诉我们，即使是时间的守护者，闹钟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无情流逝。总之，这句话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它触及了生活、工作、时间等多个层面，提供了一个微妙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下次当你听到闹钟响起时，不妨想一想。 你是不是也该给自己一个午餐的休息时间，别让自己工作到吃不消总之，这些笑话都带给我们欢笑的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了很多深刻的问题。从语言的巧妙游戏到科技的发展，从动物的本能行为到人类的工作节奏，这些笑话都蕴含着我们生活中的智慧和哲理。让我们一起保持愉快的心情，用幽默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吧。 现在，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一起参与讨论，分享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认为鱼为什么不打网球？你觉得鼠标为什么会感到累？你对闹钟不吃午餐有什么样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